这电视吼、哦、直播伫台湾，啊，这吼、哦、中共伫祭灵的吼、哦，啊，这祭灵即马上香第三个仪式，竟然是中国国民党的前副主席啦吼、哦，啊，这实在让我感觉讲，实在唔知要安那形容，这前新竹市的市长吼、哦，这林正哲吼。哦啊，这唔代表哪代表台湾，这唔代表哪代表台湾。伊竟然啊，这个皇帝上香，这皇帝到底什么叫做皇帝呢？吼、哦，我咱感觉匪夷所思。啊嘛，看着讲吼，政府然后咱的政府，你真正要辣，真的要辣。哦、就应该要禁止这一种、哦、文化侵略、哦、像这种电视、哦啊、利用这种直播、啊、在台湾的饭店，这已经变成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侵略。这位饭店、哦啊、来看我们高雄、哦啊、实在是美好啊，但是呢，看到讲中国的文化侵略吼、哦，要并吞台湾呢吼，透过这款吼、哦、所谓的锁屏啦吼，锁定频道吼、哦，哎呀，嘛袂使怪业者啦，其实爱关爱政府吼、哦，爱有一个作为，哦，这是我的看法吼、哦，辣要辣就一定要有作为，哦，唔是嘴巴在讲，哦，包括中国五星旗嘛一定爱。哦，禁止哦，不可以在台湾哦，啊，包括加一挂订品的饭店哦，拢应该要提出一挂做法哦，啊，互因会使依循。你看呢，这电视呢，哦，你连中国右手边的看，该叫做广告，哦，他们也会打上广告。啊，广告，哦，就是广告。呵呵